我靠！我教你，我教你做饭。哇塞，这家伙，面包蟹。哎呀，迷你，大绿背，我靠，这虾还，你别跳啊！哇，你别跳！哇哦！哎呦！啊，这跳没了，跳，本来就没有，你们别跳！哼，你再跳带我吃啥？是不是？哎，赶紧加点水，让它在里面游着先。好嘞，哎，然后呢，给我个双击，借我给我一个关注，给它嘎开了，你给它切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不是，哇、哦、靠，又大堆的水，哟塞，哦，看到没有？这看着像什么？不，你看，你看，待会儿你说你在开车，你关键是借个关注，给个双击行吗？哎呦，哇塞！这么大，就这么点儿。这还怎么吃啊？你看，就这么点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还咋吃啊？煮老了又，哎，没怎么老，我以为又煮老了呢。你看，这么大的东西，就吃这两块肉，就是那个带子肉，这一坨长得跟膀胱似的。前列腺，来个大蒜，哎呀，小迷你，哇塞，还冒热气呢，还烫了，沾点汤，哇塞，就连这个爆头它都没有大米，你知道吧？这迷你它就有，哇塞，好满哦！来一个，好。红烧爆炒，哎呀，这小螃蟹，这是什么蟹？面包蟹。我，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面包一样？换一个。哇塞，好疼！哇塞，哇，这么大哥，你黄上哪去了？你的膏呢？